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打卡，看看这是我们这个 LV 编织以来的第八组字符。这第八组字符跟这个第四组字符是一样的。那么接下来织完这第八组字符，我们就又织第九组字符，那就跟这个又是一样的。以此呢，就这样的循环往上织。那么知道这儿以后，可以跟挚友们说，你就会很有信心了。最最难的是这第一组字符和第二组字符。当你织多了以后呢，熟能生巧，带线也快了，然后这些换线的地方呢，就也不容易出错了，就不着急，慢慢织，耐下性子来啊。这个编织呢，以前我也觉得它挺费时间的。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这上。后来发现，哎，编织挺有意思的，就有点像打坐，你知道吧？比较静心养心啊，在这一个纷扰的世界当中呢，让生活慢下来啊，能够 make 自己 happy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不着急，哎，慢慢织。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八组字符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啊，这第八组字符它的这个换线规则，我们把它拉大了来看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啊，我们这个第八组字符是讲的这个字符，在这个字符当中，我们首先看这第一行啊，这是第一行，对不对？这第二行、第三行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我们先说到这儿。那么第一行当中呢，我们看这点是不是换线啊？跟下一行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放大了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回过头来织第二行的时候，这个也是要换线的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个不换，这个呢也是换线的。然后第三行，比如说第一行你这样织，第二行你这样，第三行到这点，这是换线的，对不对？中间三行是不换的，这个是换线的。然后第四行回过头来，这个要变线，这两个是不变的，然后这个是变线的，中间这两个不变，然后这儿又到了换线的地方。然后到了第五行，我们看这儿一直织都不变，这儿也不变，但是到这一点是不是就变了？但是这一点呢是不变的啊，到了这一点又是变的，然后这儿都不变，对不对？那么再回过头来到第六行了，第六行我们注意看这一点是不是就换线了？跟下边这个不一样，那你就要换线。然后这个是不变的，然后这点又是换线的，中间这三行是不变，那么这点是不是要换线呀？就注意这一点就好。放大一下看啊。然后呢，这点是不换线的，到了这点又该换线了啊。这是第六行，回过头来第七行，这个要换线，然后这儿都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一直到这儿，到这儿是需要换线的。然后第八行回过头来呢，你看这个，这都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一样，都一样，这都不用换线啊。第八行，那么到了第九行了呢，你知道这个色块的时候呢，提前这两针就应该换线了啊。然后这儿都不用换线，然后这儿也两针，边上这两针也是需要换线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第九行织完，反过头来第十行，那么你就要提前一针，这个边针是换线的，然后这儿都不用换，都不用换，到这个边缘，也是要换线的，对吧？这个边缘啊，这是第十行。我们看第十一行，提前两个色块，看了吗？你就要换线了，然后这样一直织，一直织，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这要多织两个色块。这个是换线的，然后转过头来第十二行这针是吧？见着色块提前一针就要换线了，然后这是不换的，可是这呢都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这几针，
这六针是需要换线的。然后这个跟下边也不一样，你也要换线，但中间三针不用换，这个也要换，同样这个这都是需要换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点也是需要换线的啊，跟下边不一样，你就要换线。这是第十二行，回过头来第十三行，我们看啊，这点是不是不一样了？要换线，这个两针是一样的，不需要换线。但这一点呢，是不是需要换线啊？但是这几针是不需要换线，一到这儿是需要换线的，然后这个不需要换，到这儿又需要换了，这点也不需要换线，到这儿又需要换线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儿都不需要换线，到这一点需要换线了，对吧？然后到这一点需要换线，这第十三行我们就讲完了。那接下来在下一行，你看第十四行，那这点是需要换线的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呢是不需要换线，但这点是需要换线的，然后这儿都不需要换线，这个是需要换线的，中间这个不要换，这个也要换，然后一直直一直直到这儿要换线，这中间两针不用换，这针这针是需要换线的，这第十四行。然后接下来看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，这个花型一共是二十七行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复述到这个地方了，第十四行。那我们看第十五行，这个位置。那么到了这点你就要换线了，这其他都不用换线，对不对？这点要换，中间两针不用换，然后到这点又要换线了，到了这点你要换线，然后这儿都不用换，不用换，但到这儿呢你要换线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这针不换，这也要换线，然后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这点要换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针是需要换线的啊。那么这一行我们就结束了啊，第十五行。反过头来第十六行，我们一直直不换线，到这儿你就要换线了，然后这两针不换，到这儿又需要换线了，这儿都不用换，到这儿换线啊，这不用换，但这针是需要换线的，这也不用换，擦一下啊，碰了一下，这点是需要换线的，然后这点啊换线，一直直不用换，到这儿是需要换线的了，然后呢这两针不用换，到这儿要换线，紧接下来十七行，这针是要换线的，然后这一直直啊，这两针是不用换，这一针这一针这一针，中间这六针是需要换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针也是需要换线的，中间三针是不要换的，到了这儿了又要换线了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，这都要换线的，这两针不用换，到这儿是需要换线的。那我们继续啊。然后转过头来是第十八行，你看这一直直到这两针要换线了，这是一直不用换的，这也不用换，这一直不用换，然后这两针这是需要换线的，对吧？然后反过来第十九行，我们看这一直直不用换线，到这儿要换线了，然后这都不用变，不用变，但是呢这针是需要换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换过来第二十行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两针是要换线的，这三针这都不用换，然后呢这两针
是需要换线的，这第二十行。反过头来第二十一行，这一直直不换线，不换线，这整个都不用换线，第二十一行。那反过头来第二十二行到这儿了，那么这针要换线，对吧？这都不用换，然后呢这针要换线啊，这第二十二行。反过头来第二十三行，我们看这儿都不用换线，到这个边缘这个要换线，然后呢这儿要换线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点要换线，这点要换线，嗯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十三行。那接下来看第二十四行，调过来这两针不用换线，这个是不是要换线了？因为跟下一行变线了嘛，这中间这点不用换，它要换，对吧？这边上这都不用换线。转过头来第二十五行了，第二十五行我们看这点是需要换线的，然后这两针不用换，这点是需要换线的，然后这两针不用换，这儿需要换线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十五行。那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行，第二十六行反过来了以后呢，这儿都照常织，这儿要换线了，然后中间这三针是不需要换线的，然后这儿是需要换线的，然后照常织啊。那么第二十七行反过头来，我们看这点是需要换线了，然后这个是不需要换，这个是需要换线的，对吧？这整个这二十七行的这个第八组字符，我刚才就复述了一遍，什么位置换线。那么第八组字符我们织完了，我们就接下来还要定位这组字符。那么这组字符呢，你拉一下，你看，我扩大一下哈，拉一下，从这行。你就要定位这一点了，对吧？就要把这位定位好了，就是说这儿剩三个字符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点进行定位啊，然后再依次的往上织，数数之间的这个间隔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记得这是二十二个字符，你可以再确认一下啊。那我们到了今天啊，看我们这个织片啊，这就是我们织的这个织片。第八组字符织完了，然后这一面，越织越轻松。当你把这个围巾织完了以后，什么 LV 老花啊、Gucci 啊、Chanel 啊那些花型，那就迎刃而解了，我相信。所以织友们不要气馁，加油吧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朋友们再见。